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呢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根，那么它问 C 等于多少，也就这个东西哈满足这个方程式，你如果直接带进去的话哈，这个呢会非常麻烦。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哈？这个 x 啊，这里这个 x 哈是等于多少 ？x 呢是等于那个二分之负一加根号二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把它弄成呢，这种形式，这种形式就是说把它移过去，就变成呢 x 哈加二分之一，这个是等于根号二，两边给它平方，就变成哈，s 平方了啊，加上 x 再加上四分之一，等于二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全部把它乘以四，因为这里有四，全部乘以四以后是四 x 平方加四 x 加一等于多少？全部乘以四的话，这是八，那把它移过来，四 x 平方加四 x 减七等于零。好，啊，这个方程式跟这个方程式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 c 是等于多少？负七。所以呢，这个哪边算错了？这个呢，我这个搞错了哈。这二分之一拿过去的话，这里有个二，这里有个二，所以平方以后呢，变成多少呢？变成四分之二，所以是二分之一啊。那二分之一以后，全部把它乘以四的话，这是一，再把它乘以四的话，你这边呢，乘以四的话，这里是二，这是二，那一减二的话，这是负一啊，所以 c 应该是负一才对的，我这里算错了，所以 c 哈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负一啊，所以这一题哈，大家应该要选 B。